啊，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哦，不好意思哦，我在想说是不是系统那边有还要准备什么？不过是还是可以稍微问一下哈，确认一下。抱歉抱歉，啊。那我们啊，大家一起啊，在这个一条龙的平台啊，我们常常提到啊，我们是 teamwork 啊，所以大家啊，可能在教学的第一线呢，刚好。啊，学生发生的事啊，就跟《弟子规》我们之前探讨的，或者现在乃至未来要探讨的啊，有相应的例子，都很欢迎大家哈，能够把您实际遇到的怎么去引导同学们的例子啊，跟大家做分享。啊，老和尚说：“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我们教学的聪明智慧要越来越增长。那修因得果啊，种这个因呢，还是很重要。包含大家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过程当中。比方我们之前所谈到的内容，感触特别深的，哦，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做分享。我们有一位学长，他就有提到了，因为之前赵小龙老师有讲分享《增广贤文》，其中有一句呢。是近水近水知鱼性，近山是鸟音。那这个也是让孩子多接触大自那他有提到他自己。孩子3、4岁的时候就开始带他在山上健走，去爬山。那孩子经常走一走就停下来看小虫、看花草、看天空。念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回想自己的童年这些景色其实都是自己人生的回忆往往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可能要走2、3个小时才走完而且常常带孩子呢去看海踏浪。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心也无形中宽阔起来那也感受到这是他亲身带孩子的感受孩子亲近大自然他们的性情温和。现在性情温和的孩子就不多了。每天跟电子产品在一起心比较浮躁了。而且呢，大人也不用一直说，不用一直讲道理，他们好像也容易理解。那这个是他在接触自然当中，他就在感受，都在感悟。他领会的能力在提升。
不知道诸位老师啊，你们有没有感觉到现在孩子的理解力在下降？这个跟他不常接近自然啊，他都是看电视，都是一直在灌输的，没有去感受啊，这个都有他一定的关系啊。哦，那他带着几个孩子出去的时候啊，哎，看到几个孩子都是迈大步伐。哦，你可以看到他们亲近自然当中，身心放松啊，很开心。哦，而且孩子还自己，几个孩子自己讲了，快乐快乐，我们是快乐军团。好，我现在觉得孩子最常说的，好无聊。我，你看到几个孩子在大自然，兄弟姐妹这样。说着啊，我们是快乐军团呢。我感觉他们的内心世界就很有温度，很和谐。哦，所以他自己当父母的人，看到孩子异口同声这么讲，呵呵，他自己终身都难忘这一幕啊。哦好，这个是值得我们父母老师啊去体会的一个重点哦。啊，我们父亲那一辈啊，几乎都是在乡下自然当中成长起来的，啊，好像特别懂得人情世理，特别能领悟，啊，到我们慢慢的都是。电子产品了，啊，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不要去责怪孩子，我们要把因呢，原因找出来。哎，可能我们在家庭、学校教育当中啊，缺乏了哪些对他生命很重要的元素，啊，这个是值得去观察的啊。好，那我们这一段时间呢，都是讲景啊，像上一次我们是讲到事物忙多错啊，我想每一个老师啊，你们这个礼拜一定有遇到孩子因为忙出了情况吧？有没有愿意分享的？你们在那个情况怎么引导的？哎，哦，尤其啊，像以前的人呢，生活环境啊单纯啊，比方说他就跟啊他这个社区的啊，或者是他这个村呐、啊、乡村呐、啊。比较人际单纯，现在呢？哇，现在一个手机呀，哇，你朋友满世界都有啊。我们相对的处理的人事啊，可能比上一代、上两代的人要多很多哈。事情变多了，我们的心有没有比较定？假如又比较不定了，那可能会忘东忘西，可能太急了会讲错话哦。所以啊，像现在我们这个事情啊，一答应了就要赶快记下来了，不然其他的事一进来就忘记了，就失信于人了。哦，所以新的一年又要来了哦，啊，建议大家啊买一本 schedule 啊，哎，这每个月啊列得清楚，然后每一天还有一整页，都可以把它一答应了马上就记上去了，
尤其我进入秋天了啊，明显感觉记忆力大不如前了。哦，每一次答应了忘了，最后都觉得哎呀，无地自容，非常惭愧。哦，所以这个都可以运用工具啊，来这个避免重犯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发生的一件事啊，还是要期许自己不恶过啊，因为毕竟出了差错啊，对人还是非常不好意思啊，真拍谁了哦，这个我们对人礼敬了，我们才不容易啊，就轻率自己的错误。好，至于买哪一个牌子的，大家自己看着办了啊。看怎样的你用起来比较习惯啊，比较顺。好，那包含比方说停水停电了，这个时候心都要比较定，然后有一些突然的发生的情况啊。我们就容易慌，所以我们自己要习定了，我们也要在学生发生的事情当中啊，提醒他啊，要定，不要慌张，这个身教很重要哦，我们在学校也会突然有情况出现了，这个时候老师的身教啊，就很重要了。假如真的你处理得很好啊，孩子就看到，老师临危不乱了，很从容的、安定的在处理事情，所以也都有经验了啊。遇到停水停电了，开关忘了关了，你比方说水忘了关了，你就怎么没水了？没有安定的把它按回去了。结果后来你一出门，水来了，就一直在那里流了。这种事啊，发生一次之后不能第二次了哦。那经历的事越多啊，越觉得是这一句话的重要了。承德最近也发生一件事。我们住在这个阁楼里面结果呢，那个装冷气的人呢，他装呢，那个他要有一个洞啊，能够穿上去接这些线，可是呢，他接弄完之后啊，要把它那个洞要合起来啊。原来这个就是一个收尾的动作。假如收尾没有收好啊，其实那个动作可能不需要太多时间呢，延伸出来的问题啊，可能就很麻烦结果呢，那个洞啊，就跑进去几只老鼠。就在我屋顶上打架，打得很凶我一看，会不会出鼠命了？不是人命鼠命了，打得很凶而且打完之后，我还听到那种有点呻吟的声音后来隔天我就闻到臭味了。你看哦，一个工人他就一个收尾的动作没有做，也该造成了。我们得要爬到顶楼去了，而且还要请工人呢。现在工人好不好请啊？不好请啊！
我还得到其他的房间搬家，哇！等到工人忙完了才行啊！啊，结果工人上去了，我本来想说，哎，这个事，哎，假如我们的人学会了，是吧？你就不用常找工人来。事实上，屋顶我也没去过，不知道什么情况。结果工人来了，我刚好开会啊。啊，我们的同仁呢，很听我的话，就安排大男生呢，跟着上去了。结果工人上去呢，他已经走得比较里面了。啊，我们的同学上去，啊，就给工人喊了一声，没有回应啊，他就勇敢地往前一踏。哇！一下，一个洞啊，屋顶一个洞跌下来了。哦，后来事后我跟他说啊，我说你比较急呀，啊，你怎么喊一声人家没回应啊，你就急着走了？再来呢，你要踏出一步啊，你要只要跟安全有关呢，你都不能。掉以轻心啊！哦，幸好没有摔出问题，不然我就要离开马来西亚了啊！对人家的父母没有办法交代啊！哇，你看，从一个工人，一个口没有封上，延伸出这么多问题来了。哦，所以我们的。孩子，假如从小做人做事，这个做事就非常谨慎了。我保证了，他以后干哪一行啊，绝对干得成功。人家就觉得他值得信任，都不会出什么纰漏出来了。哎，好，哦，这个是，这几天有感，哦，而且。那个老鼠啊，你还拿不到，你还用夹的，因为它在门缝太旁边了。哦，好，当然啊，诸位老师啊，你们发生的事情不一样，哎，都可以借由事情发生了，这就是一个机会点了。哦，都可以，哦，包含刚刚突然有一个声音出来，也是个勘验自己的机会点，啊，你突然哦，啊，就是你心不够定，啊，我们常提到啊，这个自知者明啊，知人者智啊，我们当老师先要有自知之明啊，自知之明就属于明明者了。自己看不清楚，自己要去看清楚别人不容易的，啊，而且看清楚学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知其心，才能救其失，才能长其善。啊，最近啊，有一个同修啊，他就很怕不能往生。因为他觉得他佛啊念不好，哎，这一件事啊，可不可以观察自己？第一个，强者先谦，哎，佛法这一句话你不能只用在临终啊。容易担忧的人，他就会在他所面对的事情，包含修行当中啊，这一个心态、性格就会浮现出来了。他绝对不会只有怕念佛而已了。哦，所以这个是
容易担忧啊。那我们修行就是修念头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哦，大学四句话很好用啊：身有所忿至，不得其正；啊，有所恐惧，不得其正；有所好药，不得其正；有所忧患，都是我们习惯的烦恼。烦恼就是轮回心啊，你不能再强化它啦，是吧？你不能再把你这个担忧害怕再把它养大啦。好，哦，所以我说再来你呢？容易呀，着急。他说：“哎，你怎么知道？哦，我现在有一点像算命先生啊。哎，你看，你一个心态，它反映很多事情哦。”因为急的人啊，他做什么事就希望赶快看到一点效果，假如没有了，他就会有点气馁。你看，气馁又跟着上来了，再来没信心又跟着来了。哇，你看，我们没有止住这个烦恼啊，你看一个烦恼，它调动好多烦恼出来。哦，那个下联居老居说：“去一天凉。”你本来是要对治习气的，结果不善用心了，拉出了两个、三个习气出来。哦，所以了解自己很重要啊，进而你看别人呢，就看得准了。好。哦，像我自己呀，最近感觉到啊，有恒为成功之本，太有道理了。哦，你比方这个医生说啊，我最近啊肾气不足，哦，然后他就说啊，你每一天叩齿300下。我满口就答应了，300下，没问题。哦，我就想啊，这个早上啊，我一起来我就，就开始扣啊，顺便运动运动。哎，你做一天做2天呢，觉得还挺有劲的啊。到第5天第7天呢，就开始那个劲就好像快散掉了。哎，真的，这个养生呢，你没有恒心是达不到的。哦，包含这个保护牙齿啊，你没有保护好啊，你就等着一颗一颗被拔掉。哦，而且听说啊，一颗费用不菲这一颗几万块钱啊。但是牙齿。要保护好啊！哦，那一定要有恒心了。哦，你每天要用牙线哦，不然你就塞在那里了。哦，再来刷牙，还有那个牙龈跟牙齿那个部分呢，要仔细刷哦。哦，我见的那十几岁的牙齿已经掉了。哦，我看5、6颗都有了，有果必有因啊！你不啊，保护好牙齿啊，这些情况很难避免的。哦，而且那个刷呢，还要是倾斜的，你才贴得紧。哦，牙龈跟牙根那个部分呢？
你要把它刷掉，不然会有牙黄，牙黄就慢慢造成牙周病了。诸位忍者，你们会刷牙吗？哎，刷牙也要学的。哎，没有学好啊，牙齿会说话的。哎，这些都要教给小孩啊，你不要小看刷牙呢，他的耐性、他的细心、谨慎，都在刷牙当中慢慢培养出来全修在性呢。哎，他借由每一件事啊，来修他的心。那父母、老师会引导的话，就从这些事情里面培养他的心性了。好，那物畏难。哦，我感觉这一条很重要啊。啊，我也问家长跟老师。请问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学生以后长大面对的情况比我们简单还是比我们困难？困难吧？你看我们父亲那一代的社会背景啊，就比我们单纯很多了。你看老和尚说的，当时候。刘树云老师问道：“我们这一辈的，啊，我们是孙子辈的了。刘树云老师他们是儿子辈的了。啊，问老和尚，啊，我们这个孙子辈的以后弘法比他老人家的难度怎么样啊？”啊，老和尚马上回答：“比我难10倍、100倍都不止。”那我们这一段听完了，锻炼我们的孩子学生，勿畏难重不重要？不然每一个人都退缩了，那怎么去成长呢？怎么去扛一个家庭的责任呢？甚至于是。哎，老师体会到了，哎，以后他们扛的责任多了，在班级的经营当中啊，让同学们多承担、多锻炼，责任的承担呢，是成长的开始。哦，而且大家仔细去观察哦，确实我们现在的领悟能力啊，比上一代、上两代。弱多了，他们接触自然多，他们成长是一个大的家庭，人情事理啊，他都敏锐去体恤，这是他们的锻炼。我们现在小家庭，然后都是考试，他机器，他这种做事的锻炼呢，太缺乏了，而且甚至于他会形成什么？形成怕做事、怕承担、怕做不好。你越不让他做，他就越不敢做，没有信心。你一个小孩，假如家里面常常锻炼他，你看他在学校里面，他做事情你就觉得很稳定，很肯承担，他不怕事。那个都不是偶然的了，责任的承担呢，是成长的开始承德自己啊，从小到大呢，没什么锻炼的，遇到困难呢，可以喊爸爸，可以喊妈妈，还可以喊姐姐呢，还可以喊爷爷啊。奶奶锻炼太少，可是真的，人生你该干什么，该锻炼什么
你跑不掉的，你该面对，你还是要面对。啊，这个叫认命，不然呢，到年纪大了才来做该做的事哦，哇，那就累了。好，闽南话教我们认命啊，这牛的拖，这狼的磨，是吧？很有道理吧？啊，刚好我又属牛啊，又是。这两句都是讲我，你们有没有观察这12生肖啊？就是命不大一样啊！我遇过属牛的啊，基本上都得干。哦，我还没有遇到属牛的悠哉悠哉的哈，哎，好，哎，但是后来。就承担不少责任了，就一定要锻炼了，不然自己的心里确实是怕事的，都可以感觉到啊，你在人群里面啊，上高中啊、大学啊，有时候一谈到，哎，来，我们组织干什么事情，自己心脏都会跳，哎，别找我，别找我，哎，没信心呐、啊。哦，所以我们老师的良苦用心呢，可能眼前这一次考试看不到但是有可能在10年、20年之后啊，哎，你的学生回来感谢你都说不定好，下个礼拜教师节就到了啊。看有没有学生回来感谢老师，你之前教我们怎么做事情啊，怎么说话，怎么待人处事啊？哇，现在我得到很大的利益了。好，那我们就会更坚定的把这个做人做事交给孩子了。好，大家不要想说啊，哎，讲这些做人做事有没有学生听啊？我曾经第一年做班主任，带6年级的学生呢，我在讲课当中啊，突然有一个学生，他戴着一个眼镜，他说：“老师，你讲这些考试又不会考。”哎，作为忍者，你们有没有遇过这个情况啊？哎，当有这样的学生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不会受影响？哦，当然，这个学生他很坦率的讲出来啊，这个是好的，是吧？他憋着不讲，反而不好。哦，那就代表我的道力不够啊，不然呢，我就懂得了，我在讲做人做事的时候啊，一定跟什么连在一起啊，跟考试，跟怎么学习，跟成绩怎么提高，你把它挂在一起了，他就不会讲这个话了吗？好。那我记得我最后一年教书教完是有一个学生他本来也是四大天王很调皮的，后来我把他选来做班长哇，一下成绩都提升了我这一招是跟我小学5、6年级的老师学的这也是沉船哦。哎，你所遇过老师们的这个法宝啊，要沉船下去结果，最后一天我要把他们送出门
啊，这个孩子啊，我用我的余光啊看着他，好像心情很低落啊，我就停下来，想说过去安慰他一下啊，我就握着他的手，哦，哎，他一下就喊了好几声呢，感谢老师，感谢老师我还看学生，你看五六，他6年级的孩子还是很有情义的，你对他好，他知道的。我们现在所有的心理问题都出在哪？缺爱。哎，这个出世间有一个阿杰陀药叫阿弥陀佛啊，万德洪名啊。这个世间也有一帖药啊，阿杰陀药。啊，你看着你的孩子学生，现在没什么笑容。啊，我现在看孩这个小学中学生呢，哎，脸上常常挂着笑容的比例都不高了。他一定缺爱，有爱的孩子是很阳光的。哦，所以啊，假如我们发现自己的孩子没什么笑容别讲太多道理啦，多关心，多让他感觉到你的爱，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了。那后来。把这个学生送出去了，我就回教室了。回教室空荡荡的一个缘分结束了突然看到桌上呢，有一本笔记本，奇怪了，这把学生都送出去的时候都没有发现有一本笔记本了，怎么回来的时候看到一本笔记本了？后来我把这个笔记本一打开有一个女同学她把我上课里面讲这些做人做事的都记下来了，我一打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这些民族英雄的故事她都把它记下来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可能是佛菩萨加持的，让这个女孩忘了这一本书了。哎呦，佛菩萨加持很厉害的，我体验过好几次了。佛菩萨能加持我，考试答案写不出来啊。哦，我假如那一题写出来了，我就不会去海口了，我就考上了。哎，现在可能还为学费还在小孩子的学费还在忙了，这个路就不一样了，也不是不好，那当然，假如走成这个路了，那每一个孩子要培养成范仲淹才行了，不管走什么路，最重要的要行菩萨道。你走什么路，最后搞轮回去了，那不是很冤枉吗？所以，哎，我看到那一本的时候，真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哎呀，想只要有一个孩子愿意听了，我们都觉得很值得了。知足常乐不要一下子希望太高，失望太多。这些问题我也遇过一些同修。比方，他班级家长的这个交流，家长课堂。第一次来的家长不多，他就很气馁了。我就跟他讲了，你干嘛气馁呢？
来的很多，你顾得上吗？什么？你跟这个父母、孩子的父母交流，你要时间呢，你要精力耶。哎，他来3个、5个，很好啊。哎，你们亲师一合作啊，这3、5个孩子的表现提升就非常明显，自然又带动了其他的家长，其他家长也会看呢。你何苦要一下子很多人，然后你自己又顾不上呢？哦，所以凡事看什么事啊，都看积极面。凡事呢，先珍惜当下成熟的缘，不要太攀求很多缘。其实说实在的，我们现在呀，光是提升我们自己呀，就要花不少时间呢。干嘛一定要很多家长都认同我讲的话呢？先提升自己，可能是最重要的了。哦，你看孔子说，看到子贡在批评人，次也贤夫哉，夫我则不暇。孔子觉得在自己的身上下功夫啊，他都觉得时间不够了，怎么还有时间去讲别人的不是呢？啊，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洗，不善不能改。是无忧也。哦，我觉得我每一天这个不善不能改，我这个恒心不够啊。你看，叩齿300下啊，然后每天要用牙线哦，然后还要用椰子油漱口，我这个可以杀这个保护整个牙龈啊。哦，然后你还要。刷得很仔细啊，把这个牙黄都刷掉，不然牙黄都有细菌呢，会侵蚀你的牙齿，最后把你牙根呢吃得差不多了，你的牙齿就开始晃了。哎，我最近去拔了一颗牙，就是自己晃所以不能忽略牙周病哦，要慎重起来。哦，可能我这一颗牙拔的是有价值的，哦，这样我可以提醒大家。哎，好，就我拔出来啊，那颗牙齿我还放在我的厕所，每天看着它，我的警觉性就会比较高。哦，你一看，没看着它呢，可能1个月之后啊，我就又退回去了。啊、哦，所以特别感觉，这个汤碗为什么要写着"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天洗脸都看得到，不然呢，可能警觉性啊就不高了。好，那么硬的牙齿啊，哇，那个，哇，那牙齿真是硬啊！可是你看那个牙根呢？也是同样硬啊，但是就被这些细菌就一点一点吃掉了。好，啊，勿畏难，勿轻略。哦，这什么事情啊？谨慎，不能轻视，不能忽略。这个勿轻略啊。那几乎每一天你在教室里面，孩子发生的情况都可以做这个提醒。教学要很有耐性啊，才能把这个好习惯呢，给它扎下去。科学家说要讲21次啊，才会记得。所以诸位教育界的同道啊，假如我们跟学生说。老师说过了呢，你的学生这个很无辜的看着你啊，不要难过，不要生气啊，跟自己幽默一下。哦，对，
还没有21遍，21遍才记住吗？我自己呀，在教学的之前呢，就听老和尚讲经了，对我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老和尚讲了，佛是第8000次来到娑婆界的。这个在《梵王菩萨戒经》里面提到了。哇！我当时一听呢，我说佛已经第8千次来，而且最后一次是讲经49年，我还是没听他老人家的话，我这个学生当得太差了。哎，但是我现在当老师了。那佛给我讲8000次，我都没听了。我现在给学生讲2次、3次，他不听，我好像也没什么底气给他生气。所以这个也是啊，要以恕己之心恕人，要以责人之心责己。我都8000次都没听了。怎么可以去苛求于学生呢？哦，所以这个心态啊，对我的帮助就很大了。哎，我就很少跟学生，因为我讲过而生气了。哦，所以所有的问题啊，外面的境界都没有问题，境界没有问题，是我们的心态。我们心态好啊，任何人事物啊都不会让我们动气的。心态不好啊，一点小事我们就会暴跳如雷了。哦，不是风动，不是幡动啊，不关这些境界。仁者心动，我们自己心动了。最重要的就是有要求的心，要求不到了，嗔心就会起来。人生解知足啊，烦恼一时除。你知足了，你不要求、不贪求了，你就没有那些烦恼好，哦，那斗闹场觉悟境啊，现在的诱惑啊，那是比30年前严重太多了。哦，你看，我们孩子承受压力的能力要强，抵御诱惑的压力要强。你看《弟子规》越面对现在的社会环境啊，越显得更重要。现在毒品啊，连小学可能就有发生了。那孩子假如从小没有建立这个是非善恶的判断，就麻烦了。我们在欧美社会啊，也看到了，孩子小学就吸毒了。后来了解，父母也吸毒，都不是偶然而且这些会诱惑的东西啊。都很可能上瘾，很可能让孩子一陷下去啊，这一生就完了。不要说孩子了，连成年人都一样。我们都遇过啊，都已经是公务人员了，最后陷到玩游戏去了。整天玩到3更半夜，后来他精神不振了，连太太都提出要跟他离婚了。好，所以我们呢，教孩子得要从他一生去着眼了。我们得深谋远虑了。
做孩子一生的贵人呢。这个《弟子规》他们有真正领悟了，学到了，都是受用一生的了。啊，邪僻事，觉悟问，邪啊是不正，僻是怪僻。那在《弟子规》简说举了什么呢？近年来啊，神棍、骗财、骗色、巧立名目，如妄称无上师。哎，我感觉现在人呢，这个判断力要够啊，不然都很容易受影响。啊，我们要形成亲戚朋友，甚至是自己学生呢，有判断力。我讲了一句话：“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好，那请问诸位同道，你有把握你的学生不会被邪师骗的，请举手。哎，现在邪师比正的还多哦。那请问什么时候教他判断？常常电视里都会播出来啊，这就是一个机会点了啊。不然他跟错了，自己判断不出来，他的慧命就毁掉了。哇，他人生难得，中华儿女男生，他的机缘都遇到了。哦，而且你看，台湾这个佛法的红传呢，还是很广的，他又去遇到邪的，你说他冤不冤枉呢？首先呢，善知识都是谦虚的，啊，他不会号称无上师，无上师是佛怎么敢这么去称呼自己啊？其实一听。会判断的人就马上判断有问题了，谦虚就不会去标榜自己了。哦，再来啊，这个真正善知识啊，一定有师承，他绝对不会说在偶然的啊这个夜里啊，他突然接通什么呢？然后变成什么都知道了，那个一定是邪的。他交代不出来，他跟哪个老师学的，要小心了。啊，这个是《六祖坛经》里面提的，威应王佛以前有无师自通的，威应王佛以后就没有了，一定有老师知道。这个都是判断哦，《华严经》说的。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哦，那也要跟孩子们讲，啊，你这一生修身修行，啊，一定要跟着一个明白的老师，不是有名的老师，名师授戒。啊，《法华经》说的善知识者是大因缘的。好，所谓化导令得见佛。啊，你要修身修行啊，最重要的助缘呢，就是你跟着哪一位真善知识学，这是最关键的，你不能随便乱跟那先入为主啊，孩子就懂得去判断了。哦，而且这个善知识啊，安贫乐道。哦，他不会都在那里炫耀，吃得好，穿得好啊，车子很贵啊，那绝对是邪的。啊，《论语》说的“士至于道，而此恶衣恶食者，未足与义也。”啊，这个人一心向道，啊，向菩萨道，向大学之道，可是啊，
吃的不好不高兴，穿的不好不欢喜，那不用跟他谈修道了。他这么重视欲望啊。人真正用心在道德学问上啊，他就有法喜了。他怎么还会对世间这些欲望这么看重呢？那显然他没有法喜嘛，不然老和尚讲世味哪有法味浓啊？尝到法喜了，那世间的欲望他慢慢就觉得没意思了。你不用去限制他，他就不想碰了。啊、哦，所以经典里都教我们判断安贫乐道。哇，现在你要去听他的课，得要买票，票还很贵。那个都不是安贫乐道的修行的人了。啊、哦，他收的费用适当。啊、哦，那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假如收的很贵的，那都有问题了。他都不是真正修道的人，哪怕他口才很好啊，教了很多技巧，他也不可能把真心交给你。真心只有真修道人才教得出来啦。不是真心的人呢、啊，他是很多技巧心用错了，不会有太好的结果。因地不真，果遭淤蛆啊。那真正有德的人呢？哎，这个德我们要会判断，《资治通鉴》讲的正直中和谓之德，冲察强义谓之才。大家感受一下哦，一般的人呢，会被德吸引，还是会被才吸引？哇呀，好厉害呀！那个都是被财吸引过去的。哦，我们一般看到很有德的，哎呦，阿弥陀佛啊，慢慢就，哎呦，我再玩一段时间再说啊，我会修行的，等我 happy 过了我再来。哦，果仁者人多畏。正公正没有私心，直很直率很真诚，不会耍手段。这个直心是道场也不简单啊，因为毕竟我们呢接触佛法以前呢，也在社会工作啊，那些习惯呢，我们假如没有高度的警觉啊。我们也很难把它放下。哦，那个惯性，强者先天就起来了。哦，就，谋划啊，算计，习惯用这一些了。哦，但是真正善知识，他很直率的，很坦率的，他不会跟你遮遮掩掩的。忠，哎，他不会过，不会不及。哦，不会一讲什么很激动啊，太偏激了。哦，那种表达就让人很容易形成一种对立的情绪。和，很和气。啊，对人很温和。啊，绝对脾气不会乱发的。哦，我们都遇过那个邪师啊，一开。法会了七八千人啊，私底下你一跟他接触都骂人啊，很凶的。但是啊，他的福报啊很快就折掉了。哎，了凡四训那一段话真正明白啊，这个名不是好东西啊，名亦浮也啊。世间享盛名，实不符者，多有其祸。其实这个名啊，不好舍的。比方说，这一个地区，
谁先推展传统文化的，那个人会有执着。哎，我最先的，他就要别人尊重他。我最先的，再来呢，有比他好的人才啊，他嫉妒，他会打压。哇，他这个打压人才啊，这个罪业太严重了。进贤受上赏，你把人才举荐出来给你的团体或者国家社会啊，哇，上天给你的赏赐很快。啊，这个历史当中，鲍叔牙推荐管仲，他后代十几世啊，都是名大夫。那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避贤蒙显禄。你把一个人才啊，你打压他，甚至还陷害他。那李斯陷害韩非子，最后没多少年，他跟儿子都被腰斩，断子绝孙了。避贤蒙显禄啊，哎，这个不是在历史当中这样哦。我们真正冷静来看呢，佛教界、传统文化界都一样。而且你想这个名啊，很高啊，人家对你很尊重啊，喊你老师啊。我们假如德不配位啊，这个福报就折掉了。哦，而且你打压人才有罪过了。那再来，你自己带的方向知见又不对，哇，你误导了很多人的修学了，这个果报都会来得快呀。哦，我看了也是战战兢兢啊。哦，毕竟这一二十年过来，我们有很多同期的这些老师们呢。这个也属于历史了哦，走过的路啊，都是历史了，啊，所以这个名啊，没好处啊。好，啊，那这些判断啊，还有啊，所有的善知识呢，一定走戒定慧三学。首先是戒，可是啊，我在超过25年了，啊，承德当时候啊，是从事于啊这个潜能激发啊，还有一些灵修课程。哇，好多都是什么？哇，你请他讲一堂课啊，那都要花好多钱呢，很有名啊，在台上口若悬河啊，真正你去接待他了，半夜都是带女人到房间里面去的，这个邪淫啊都不少的，你说，哇，他引导你呀。那个灵修啊，让你痛哭流涕呀、啊，但他是写的，这个要小心啊。这个我在25年超过以前呢，我就见到好几个啦，现在他们还在呢。所以啊，真的要交给啊，有些写的他福报很大，哎，哦，所以这个楞严经为什么最早灭啊？因为它是照妖镜啊，所以这些邪的要破坏它，要灭它啊，楞严经末后清净明慧章。首先提出来啊，我们一般谈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楞严经首先提出来不赢，因为那是要出离了，出轮回了，这个欲望就要慢慢慢慢放淡了。哦，经文讲的淫心不除，尘不能出，这个六道轮回，这个出不了了。当然，这个大家都要会听哦。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啊。我们自己慢慢放淡啊。毕竟已经成家的人，那不能严以律人了啊。要求另一半呢，到时候造成家庭问题了哦。所以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啊，都有做这些提醒的啊。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向上啊，是什么？心上要真正慢慢把它放淡、放下。好，哦，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判断的重点。啊，他一定持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最后要提的一个，因为是很容易啊，引起人家的好奇，就是真善之士啊，不以神通度众生。哇，我记得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台湾就出了很多这种神棍的，是吧？宋七力是吧？哇，好多这些邪的，居然那么多人信啊！啊，那他们就是，还是怪我啊！我们要早一点介绍他佛法传统文化，介绍他判断呢。佛当时候就严格规定了，比丘不能以神通度众生。啊，大家细细去想一想，大家去感受感受。啊，比方说有一个人现神通，说他是观世音菩萨了。你看，一般的百姓会怎么样？哎呦，赶快去见他，给我摸摸头啊！哇，我就怎么样了？那他还修吗？佛法是内学呢，要向内啊。他现在都怎么想？哎呀，我去拉到那个观世音菩萨就好了，他都向外了。甚至于他坐在那里想：“哎呦，我要看到观世音菩萨，他很容易着魔了。”哎，搞神通的，让众生修行的认知就偏掉了。哎，认知偏了，你要再把它倒回来不容易啊，先入为主啊。再来呢，他先讲这些瑞相啊、神通啊。你会把他看得很高啊，那看得很高，哎，你跟他相处了3个月、6个月了，他还是发脾气呀，哦，还是一些坏习惯呈现在你面前，你就会觉得，哇，他境界这么高，哦，那还是会发脾气，哦，那圣人也差不多是这样而已啊，哇，你对于修行的这种次序啊，要不断提升呢、啊。你没有这个态度了，把修行看清了。孔子说：“吾十又五志于学呀、啊，15岁发愿向学了。啊，大学之道就是菩萨道了。用佛家讲，30而立，40不惑。”不断下功夫提升了，哎，那每一句都是修行的重点呢。30而立叫屹立不摇啊，啊，5伦8德在任何境界要立得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啊，威武不能屈啊，这是立言。40而不惑，不惑就是。他能全变的，
无可无不可。哎，他用义去判断，义之与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呢，都要会变通了，不能学死了。这我们前面应该有跟大家有探讨多了。学道立权这四个层次，最后还要学到通权达变。孔子四十而不惑啊，五十知天命啊，六十而耳顺呢、耳顺那就像华严讲的世事无碍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啊，那自性的流露了，自性启用了。哎，70岁、15岁，用功花了多少时间呢？下了那么长的功夫了，50多年所以假如搞这种神通啊，就会让众生这个修学都不知道次序在哪里那再来，你一搞这种神通本来人家跟着真正能带他解脱的善知识了，你一现神通了他被你影响了，你把他带他过来亲近你了，你把人家带歪了，把人家的法身慧命给毁掉了，这个罪业就很大很大了，因为。这个众生是谁度啊？一定有他的因缘，因为那师生的缘那都不是一生一世的啦。你去破坏了人家的缘，法缘呢？这个是判断从这几个点呢判断。诸位仁者，你们还有？研究观察到哪个点也能判断，这几个点是我持续观察当然也有老和尚的教导，这个集思广益还是很重要我们希望传给孩子、学生这个很全面的判断力。好，我们看景的最后一段经文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身必扬。你看，我们读着这些句子再去想，古代教育是洒扫应对进退，因为应对进退可能每天都会发生呢，你都要在这些地方教他怎么替人想，怎么尊重人，怎么应对，这个分寸要拿捏好。而且他学到这一些之后他的进退就心里有底，比较稳重。将入门以前呢，先问一下有没有人在。要走上厅堂的时候先放大音量，让厅堂的人知道。人问谁对以明，吾与我不分明。有人问你是谁？回答的时候要说出自己的名字。有时候去拜访人家了，这个就要说出自己的名字了。或者是电话里面，你们有没有经验跟人家打电话？说请问哪一位？对方说：“你猜呢？
啊，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呢？哦，你看他假如叫你猜啊，你事情已经很多了，脑子还负担很重了，他还叫你猜啊，我看可能这一通电话完你就把他拉黑了，哦，当然不要做拉黑的动作哈，哎，这个不要太冲动，好聚好散。这个好散呢，之后才会好聚啊。你这个散没有散好啊，下辈子还会遇到，还会来找麻烦。哦，所以我们随缘消旧业啊，不再造新殃啊。你这个动作太激烈了，你给我记住啊，不是今生就是来世又要跟你演对手戏了。哦，所以古人说好散好聚好散呢，太重要了。好散还比好聚重要。好。哦，所以要人家问你是谁了，要把名字说出来，对以名了，啊，不然只是说我是我啊。啊，那对方就提，没有办法判断我们是谁了。哎，其实我们会讲“我就是我”，这个都是太自我了。你听话的时候都没有感觉到人家已经有一点尴尬了。人假如能常常对人有一种恭敬的态度啊，这种失礼的事情不会做出来。他会顾及到别人的感受，哦，所以古人说的"替别人着想是世间第一等学问好，那哦，因为我们要入门了，要上堂了，啊，你先开口说话，啊，让人家知道啊。这样呢，你见到他的时候才不会失礼，不会唐突尴尬。我们造成尴尬的局面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不够敏锐了，啊，也要经一事啊，长一智了哦。你懂得应对进退的，不会造成这些情况。好，好，那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这要用别人的东西呀，一定要先问过主人。啊，主人不在呀，或者还没有答应之前，不适合呢。假如我们说，哎，只是用一下呢，到时候人家刚好回来看到了，那给人家落很不好的印象了。哦，甚至于刚好，哎，之前就有丢东西的，人家马上给你连起来了，那就被人家当成小偷了，那就没了人家的信任，没了人家的尊重了。好，啊，我们下一个单元呢是戏，那大家想一想呢，这个景啊，跟戏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呀，其实这些都是相关相连的一个人。用人物不明求啊，那他人家对他的信任也会减少啊。你做事不谨慎了，人家慢慢对你的信任度就下降了。借人物及时还了，不然人家以后就不借了。
哦，而且呀，我们看，我们借人家的物品啊，忘了还了，那这个就代表我们对于人家借我们东西呀，那种感恩的心啊，越来越弱了。这个事情就已经把我们的心态显露出来了。哦，哎，这个信呢，我们比我们上一代人，那我们确实是比较下降了。啊，我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比我们上一代确实普遍平均值啊，比较下降了。不能再降啦，再降了，人类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啊，到我们要止跌回升了，不能再降了。哦，所以我们去观察我们父母啊、爷爷奶奶啊，他们借人家东西，每天都想着要赶快还，啊，钱呢，赶快还，啊，物品。用完了，赶快就还给人家。还的时候都要给人家弄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再去还给别人。你说借人家的东西用了之后也没给他整理干净，就还回去了，下次人家都不借了。哦，你比方说到人家家里住一晚，啊，结果房间就挺乱的了，啊。哦，而且这个信用啊，是人的第二生命啊。啊，人无信不立了，没有信用，你就很难在社会当中啊立足了。好。我们借的东西呀，就什么时候要还，赶快记在 schedule 啊！啊，我今天慎重推荐大家，2024年，哦，哎，一定要改头换面，啊，对不对？有点严重了哈，也就是啊，我们这个落实井啊，落实《弟子规》，这个态度啊，要好的开始，成功的一半。啊，现在应该10月就开始卖了哈。哦，那我们借人物及时还了，啊，人家就觉得我们是很值得信赖的。啊，你紧急的时候再借呀，人家很愿意借我们了。啊，假如之前没有及时还呢，啊，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人家。就躲我们了，避之唯恐不及的。好，啊，那以上啊，这个都是井的内容。哦，我们回顾一下井的内容啊，特别教我们从每天的作息起居，这个都是攸关一生的。他只要不注重作息起居了。他20几岁，体力就很差了，都是攸关一生的。哦，而且人呢，男生女生都有发育期间哦。这个时候他的饮食作息不妥啊，就影响一辈子了。哦，所以作息起居、食住、食衣住行。处事接物的基本规范做起，不学礼呀，无以立呀。首先，他的生活就立不住了，就是乱成一团要求啊，先料理好自身。哦，所以这个景正是啊，生活教育的中心了。也是家庭教育的基础。这里提到啊，更是现代民主教育中啊，急需提倡重视的。
这个也是对治的药啊。否则只偏重自由活泼的教育，常易出现了妨碍他人的自由、干扰到别人、扰乱团体秩序的现象了。哦，所以《弟子规》说的都是我们平常言语行为的要旨，让我们即知即行。啊，学了马上可以用，掌握自己，啊，使处事更有效率，待人更为和气，啊，创造一个身心调和的环境。啊，如果我们一时做不到啊，也不要气馁。啊，因为这是要养成习惯的过程嘛。啊，我们只要能清楚辨别，哎，这些是都是正确的方向，认同圣贤的教化，哦，我们肯下功夫了，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个提醒很重要啊，我们要落实一句教诲，就要改掉一个坏习惯了。那一定。这应经得起琢磨啊，经得起磨练啊，一次两次啊，还是不能突破啊，都很正常啊。要不顾成，不计成败，不顾生死，死都不怕，就怕又犯这些老毛病，把它冲过去，就能改掉了。好。啊，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